黑腹燕鸥又名须蝠鸥、黑腹蝠鸥、灰翅蝠鸥，为鸥科蝠鸥属的鸟类。该物种的模式产地在俄罗斯。黑腹燕鸥体重约 83.67 克，翼长约 231.8 毫米，嘴峰长约35毫米，喙宽度约 4.3 毫米，喙厚度约 7.5 毫米，肤质长约23毫米，尾长约 85.8 毫米。黑腹燕鸥是候鸟，其栖息在开放的湖泊、沼泽等湿地环境中，食性为肉食性，主要食物来源是水生动物。在台湾地区，其族群于春秋两季过境，在北门聚集度冬生活，却是前所未见的生态奇观。探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北门西湖周边没有太多的人为干扰与开发，加上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域内的养殖鱼温能提供充足的食物，以及喂养鱼群后剩下的水面浮料取食容易。而黄昏聚集飞舞，除了是族群在训练亚成鸟飞行技巧外，共同警戒天敌与降低被猎杀时的稀释效应，才是真正造就如此盛大的黄昏飞舞场面的主因。